好啦，哎、吼，有的媒体拢讲我做爱好，其实我着做袂爱好的，我白写，哎呀，你去看哦，等于写上侪迄种的吼。好，甲大家报告。我是拍电影的人，电影拍了吼，票房开好开歹，这毋是咱会当决定的。昨咱嘛办一场演唱会，将我对台湾的历史以及着台湾的文化分享给大家。目的就是不论输赢，我拢希望传承着我的这参政的经验，以及着台湾的故事，予每一个人对民主有无共境界的了解。那呢，这一路行来，我就感觉值得啦。所以我要甲大家讲一声多谢，笑的迄种毋是好的迄种哦 ，Thank you。有人讲吼，啊你叫罢免，啊叫罢免减做两年三个月，我爱甲大家报告，我毋是输呢，我无代无志吼，加一年九个月做立法委员的经验呢，这一年九个月的经验，除了让我家己成长以外，你会当看到舞台顶端，咱台湾基进，伫即道面对罢免案，咱嘛成长真多。过去我对台湾基进有一挂无同款的想法，比如讲，咱做代志爱更加认真，咱可能爱甲媒体关系较好，或者是爱有组织的能力。但是因为党的机器伤细，捧袂起来。但是即马，我会当甲大家保证，台湾基进大汉咯。这个汤骨汤，唔是我啉，嘛唔是恁啉，不只是咱这人啉，是台湾基进做伙，拢大汉咯。而且咱真正无输呢，你也看，咱这到底不同意罢免票，拢总有七万几票，也是差不多伫门槛边啊。你敢知影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代表咱开一年九个月的时间，去年咱摕到十一万两千票，事实上，一方面是因为对手阵营总统候选人坦白讲，就是予人怀疑较侪啦。另外一方面，当然因为大选有足侪回乡，或者是平常时也无关心政治的人出来投票。但是，这几年高各位，我们扎扎实实的拿下了73,433票在地乡亲的认同，家己拍只破声。所以这就表示台湾人民对少年人参政依然有期待，只是讲20个月的努力，还阁无法度说服多数的人。这嘛代表咱台中第二选区的民众认为，还阁有其他的选择，或者是因认为我做了无够好。这毋是大家做唔对呢，这是我单票为做了唔对，做了无够好。但是今仔日以后，咱每一个人爱把这种真艰苦、唔甘愿的心情放伫心内，化作民主的经济去影响其他的人。这道的书我完全无怨叹，但是我希望伫这种选举的过程当中，咱用拗波破窝的数量会当愈来愈少。我无法度控制对手，但咱会当互家己更加有眼光，更加有知识。遇到不实的信息的时阵，咱有判断的能力。未来还阁有公投，还阁有县市首长，还阁有其他的选举，还阁有足侪工课，需要各位台湾的主人、台湾的公民来继续努力。反正两礼拜，我过去的一挂代志拢从乌出来，当然有一定程度来影响到最后的投票。但是，咱无代，这无代表有协助的人就袂当参政。所以，要拜托大家，伫未来的日子，恁每一个人拢是台湾民主宣传的一个义工，好唔好？恁拢爱想办法去影响你身边的人，好唔好？哎呦，
这百分制度嘛真趣味呢。我阁有七档的，我阁有七天的立委通做。这七天，我会甲刷落来工课，一项一项甲做好。然后，我有对大家有足侪亏欠，有足侪感谢。伫去年选后，未赴通含大家写票。刷落来日子，我爱一个一个甲你感谢，感谢恁，予咱有做立法委员的机会。感谢您，予咱有为乡亲服务的机会。感谢您，予咱有伫舞台顶讲民主、讲阮是骄傲的台湾人的机会。这个机会，你还阁会当留伫手中，放伫选票，伫未来的投票行为内底，予台湾愈来愈坚强，予民主愈来愈进步，予咱的民意代表。爱听咱的意见，即道不同意票七万几票，我知影咱的选区有足侪都是较无多了解的即种台湾较的文化，我甲大家报告，如果你若去用欺负，嘛是会当找我服务哦。啊，笑啦！至少。咱去年证明咱捌赢过，至少伫这种百变人的动员，咱输无济。至少这条黑暗的道路，予咱拍出一个光明。未来继续支持台湾，支持台湾的政党，支持台湾的候选人，为台湾继续拍拼。感谢 ，Thank you。